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是韩毅啊，然后，刚刚来到 YY，然后这首歌是我的原创歌曲，然后我还记得你，然后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啊，然后我的房间是78505啊，这首歌送给你们。支持啊，请记住我的 ID 78505，谢谢你们。